保安署署长严旭明等一行人来到佛陀纪念馆进行实务汇报以及业务交流会议，佛馆馆长如常法师代表迎接。我们是同行啊，为什么？因为你们是环境清净，我们是心灵净化，所以从环保跟清保呢，我们是一起的，由内到外，由外到内啊。那这几年来，这个佛陀纪念馆佛光山这里在环境保护工作上面十分的用心，那我们相信佛光山啊推动这个啊人间佛教的这个工作，在落实环境保护工作上面也是我们的生活的一环。佛纪念馆自建馆以来，秉持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所提倡的环保与新保，持续着力在减碳与环保的部分。在馆长如常法师的带领下，目前馆内已有多位法师获得环境教育人员认证，也造就佛馆内的生物多样性。透过英国的碳盘查协会，整个佛馆的全部碳盘查在去年完毕，也是透过环境教育的认证之后呢的进一步的一个辅导。人间佛教与时俱进，为环境保护尽一份心力，透过植栽种树、素食推广，不只要环保，更要新保，持续绿色行动，为地球环境做出实际行动。人间卫视王尚义、庄祖明、高雄采访报道。